UCLA 的留学生，就访问学者，还有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个领导今天没来，我呢终于趁机有机会可以上台说几句，说的不好大家包涵。这个今天呢，因为这个本来张总理是和那个教育组的那个李耀生参赞呢，今天本来答应是要过来看这个晚会的，但是呢不巧国内有个代表团呢，今天刚刚到洛杉矶，今天在官邸有活动，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也真是啊，这个这么好的时间不在国内过年，都早就赶到美国来，确实有点那个，所以呢今天就派我过来，他们呢来之前呢就叮嘱我一定要向大家帮他们致以节日的最真挚的问候，希望大家呢在新的一年能够学业有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事顺心。谢谢王副理事。sorry, 我还没说完呢。您接着说，不急。那个今天在场的很多同学其实我都见了，我们在过去的2007年当中一起举办过几次活动，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管理领导呢也都非常的满意。今天我来到这儿呢，也想说一声对大家一年来对领馆的支持呢表示感谢，也希望在接下去的2008年当中呢，我们进一步的紧密合作，争取更大的成功。还有呢，最后呢，我要感谢一下这个 UCLA 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为他们这场晚会的那个成功的演出付出努力呢表示感谢，也感谢他们一年来对各种学生活动的组织，对领馆活动的支持，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这儿呢一并表示感谢。最后我借用国内现在过年期间非常流行的一个短信，来祝大家在新年一年当中有好的运气。鼠年来了，希望大家在鼠年当中，就属你们能干，就属你们有才，就属你们开心，就属你们幸福，快乐数也数不完。谢谢大家。